蛤蜊意大利面，实在有够赞。还有白色的美照。坐月子的时候，每天一碗低基金，实在有够赞。健康操开动啦！祝 one two three four。姐刚才说到说跟老公一起吃这个蛤蜊意大利面，很满幸福。为什么会对蛤蜊意大利面这么情有独钟？因为其实本身我小时候呢就是一个蛤蜊公主，因为我自己我很爱吃蛤蜊。哦，你在跳那个蛤蟆舞吗？蛤蟆舞那个偶尔跳了。刚认识我老公的时候呢，我就去学做蛤蜊意大利面，白酒蛤蜊意大利面，然后就做给他吃，他就整个屌屌啊！蛤蜊很好，很聪明哎，蛤蜊顾眼睛啦，对而且呢，老公吃屌屌，然后呢，小孩子跟小孩子一起吃，幸福美满，哎，真的哇，太棒了！那我们的佩珍姐，低基金。基金是因为我小时候啊，有一次生一个重病，然后我妈妈就是用一只去买了一只土鸡回来，然后滴滴滴滴滴滴一碗那种鸡汤，真的是精华，然后给我喝下去，我真的没有夸张，第二天就好了。喝到不只是就是这个精华，喝到是妈妈很多的爱，真的。所以我就跟自己说，当我当了妈妈之后，我也要这么做。哇，对，但因为现在很方便，有方便包，所以不要自己滴呀，不要自己滴呀。所以呢，每个人对美食有不同的定义。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是因为呢，想到这个东西会想到家庭。哎，对。有些人是因为成长的过程，没错，对不对？今天呢，我们要介绍很多很好吃的美食。哎呦，又饿了，又饿了，太棒了！太棒了！再来进行我们的美食咕咕了，美食咕咕了。是的，今天美食咕咕了呢，要介绍是摩洛哥鸡肉塔吉锅套餐。哎呦。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的美食小天使马吉。紧接着我们的美食小天使把我们摩洛哥鸡肉塔吉锅套餐给推出来给大家瞧瞧。塔吉锅是以食材本身水分烹煮的，用浓烈新香味的摩洛哥香料烹煮的鸡肉，看似重口味却意外的清爽柔嫩，清淡的蔬菜却因稀薄肉质多了浓郁丰富口感，再配上扎实有嚼劲的中东披萨饼增加饱足感，最后再来一杯德国顶级有机蓝莓茶，让饱尝美味后慵懒的细胞都活跃起来，这道充满异国风情的美味料理到底价值多少呢？顶级料理它要多少钱呢？这个要钱哦，估价啊！第一组，这要六百八，六百八十块，这样子一个顶级料理六百八十块钱，低点四百二，四百二十块，低点还要比这个塔吉锅加这个饼皮两百八，两百八，拜托两百八十块，高一点，有机的蓝莓茶三百八。钱这一个顶尖料理，经过三组的估价之后，又回到了第一组，他们说三百八十块钱，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三百二，出现了，出现了，出现了，三百二十块钱，出现了，出现了，三百二十块钱，再高一点点，你猜，你猜，来来来来来，再高一点点，塔吉锅要俗称金塔锅，金塔锅，金塔锅，有三百四，三百四十块钱，我的天哪，三百四十块还要再低一点点，再低一点点。中间那就他的三百三里的，哎呦，太简单了，果然是内行的，有没有？果然是内行的，妈妈就是内行的，三百三十块钱哦，三百三个三百，三百三十块真的很内行哦，麻烦再高一点点，来，三百三再高一点点，再高一点点，三百三十五，三百三十五块钱，哎呦，等一下，三百三十八好了，三三八。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奇怪的数字？三百三十八块钱呢？三组一直猜来猜去，猜来猜去，猜来猜去，还在猜三百三十八块钱。恭喜你答对了。还好我有换呢。没错，恭喜我们的小珍姐可以享受一个顶级的料理。恭喜，分一分啊！不要，没有参与到，好不好？人人气不一样哦，有
有吃法的，我们会先吃一口鸡肉，先尝一下它的原味。哎呦，哇！啊，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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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好嫩哦，只有超嫩呢。然后我就觉得这很咸，可是人家鸡肉不咸哎，然后很嫩很嫩，很入味，所以不用配饮料嘛，拿来呀！你看它算什么锅米耶？哇，米一压就烂了，直接一颗下去料理有没有？真的，好吧，不要说主持人都没有吃啊，为什么跟我吃蒜头啊？没吃鸡肉啊？为什么跟我吃蒜头？有人这样不领情。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啦，它是其实用很多摩洛哥的香料，然后来焖煮而成的。哎呦，用不用焖的？对，它又俗称金塔锅。哎呦，安坐安坐，嗯，来，昨天就没吃好料了哈。哎呦，真的重点来了，你要帮我弄同胞，最懂得分享的人机要分享给我们吃了。哎呦，哎呦，就是要这样沾一沾。分享塔吉锅的小珍到底做了什么离谱举动，遭人人喊打？沾一沾鸡肉拿掉，只给酱哦，吃鸡汁啊！彤彤彤彤，哎，我说你吃，你还真的都吃掉，你多留一点给我，更加客气，你懂吗？这个汁的，对，好，吃完了我们的主食之后，大家一直很狐疑的有没有？那个是，它是我们德国的有机蓝莓茶哦，哦，好香哦。因为很少可以喝到蓝莓茶，对，而且是有机的。它这个蓝莓茶可以把你在嘴巴里面的这个辛香料的重口味哦，把它慢慢的棉化掉，哦，把它棉化掉。所以呢，你只要喝完一点，可以再重新吃，绝对不会觉得感觉到。哦，其实有时候吃一点油腻的东西，再喝一点茶，刚好解掉油腻，解腻，对对，解腻，需要去解腻哦，解腻之后就可以继续再享用这个美食，对不对？好，在这个单元里面，恭喜我们的小珍姐得到一个赞，好香哦，太赞了！其他人要好好的努力才能吃到美食了，好不好？水果味真好，加拉马上进行我们的有够赞美食秀，有够赞美食秀。有过上美食秀会带来什么样子的料理呢？好，我们今天来的师傅很厉害喽，有经历20年，在新加坡还有很多得到很多奖，是在法国得到蓝带的勋章。对，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了，答对了我们的题目之后会得到一个赞字，但不只是只有赞哦，还有一个 bonus， 就是我们来自青森的苹果可以带回家。哇，所以希望呢，来宾能好好争取荣誉了，不止得到赞，还可以把苹果带回去。今天的下来就欢迎我们的张启华，张师傅。张启华号称披萨大师，资历21年，得奖经历新加坡国际美专赛银牌奖、国际奥古斯厨皇荣誉奖章、拿手好菜南法乡村菜、胡桃木熏德国猪脚。今天呢，要带来什么样好吃的料理呢？西班牙海鲜饭。掌声鼓励。今天西班牙海鲜饭主食才有香甜的白米、手工制作的西班牙香肠、 Q 嫩弹牙的花枝、顶级的北海道帝王蟹、各式的海鲜，还有肉质扎实的土鸡腿。副食才有浓烈的摩洛哥香料、综合蔬菜丁、松软耐嚼的鹰嘴豆，最后是非加不可的橄榄油和白葡萄酒，还有全世界最贵的香料当做今天的秘密武器。先从这个花枝来开始。哎呦，花枝，花枝，先来花枝，花枝厉害了。这花枝的剥皮的方式，好，就是顺着这个方向把它拉下来。好，那如果说完全不用刀子哎，那我们在翅膀的部分。在这个红色的部分就稍微的把它修掉。花枝买回来在家里面的时候呢，它其实有内脏也是需要处理的。对，它内脏就是有那个墨汁啊，墨鱼囊的部分，我们小心不要把它弄破。好，如果把它弄破之后，那颜色在视觉上就会比较不好看。好，我们现在把它切块。花枝完了以后呢，我们是鸡肉。接下来把鸡肉也是切成大概在一个小指的大小。而且阿邦，你知道吗？他们西班牙海鲜饭又称之为西班牙的国菜，因为他们的摊贩用了许多的海鲜。就是没有卖完的，然后把它收刮回来之后，再加上饭，然后去烹煮，所以它就会西班牙海鲜饭。海鲜没有没有没有卖完，到手级的老套，对不对？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资讯啦。好，我们的这个花枝跟鸡肉呢，现在已经处理好了。好，我们接下来就加一点点这个来自意大利的白葡萄酒。哎呦，煎制一下，是在帮这个海鲜做一点去腥的动作。哦，去腥的动作。来，接下来我们就先热锅。哎呦，爆香了！爆香了！爆香了！哎呦！哇，白葡萄酒，听说我们白葡萄酒除了去腥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哦，对不对？没错。请问，
鸡肉跟花枝浸泡白葡萄酒，除了去腥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呢？一，提升肉的甜味。二，增加肉汁及香气。是吗？三，让肉变得柔软。蛮有道理的哦，请抢答。好，小姐请作答。讲，跟你讲，真的不是我在盖的，我以前做过美食节目，也跟老师配合过。有啊，一定就是三啊，记得好像是，就是那时候好像是用气泡葡萄酒，然后用气泡葡萄酒是为了让它更快速的进入肉的那个毛细孔里面，然后让它变得更柔软。而且你看，就是让它喝醉的意思喽，肉也很软啊，因为它常常在喝葡萄酒。不要问一下张师傅啦，我们小珍答对了吗？答对，完成。不愧是老超级的人气公选了，小珍再得到一个赞助。一个苹果，两颗苹果了耶！你们都不想要苹果，你必远离我。我要苹果啊，但是你拿走啦，可以给我吧？你们积极一点好不好？这个我们小珍讲的有没有可以补充一下？因为透过这个白酒，它的果酸，它可以肉质我们这个肉类蛋白质的酶，然后它将肌肉是作为软化的一个动作。好，紧接着下来我们师傅该怎么做呢？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其他的材料依序来爆香，全部都下去。哇，我刚放了蒜跟红葱，还有洋葱，它有顺序的之分吗？有，当有。赶快拿笔记起来，有顺序哦。接下来我们到甜椒，红甜椒，哇，这香气已经慢慢飘过来，真的，大家已经闻到有没有？那个香气如潮水，慢慢向你推了。番茄，你要不要唱的？唱的好了。好，我们的重点，刚番茄，来自西班牙的西班牙香肠，西班牙香肠，一点点，哇。接下来，西芹。芹菜，我觉得这道料理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只要依顺这个顺序，慢慢的把它加进去。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它的这个配菜很多被吓到。颜色好漂亮，而且罗勒没有全部下哎。罗勒我们最后再表面上再做点提味，哦，先一点点，好漂亮，什么颜色都有哎，哇，而且没有任何的水，只有橄榄油。对，橄榄油。那接下来就我们的鸡肉，哇。幸福哦，海鲜，哇哦，这角落先下去了，这个先下，对，还有依序我们的青豆，好，青豆，它颜色真的好漂亮，雪莉酒来了，提味，哎，这些程序是要记好哈，对啊，妈妈都要记好呢，哎，张师傅，我看你都只有用橄榄油，那我现在我们其实来我们节目很多厨师也都是用橄榄油，我妈妈现在也都不用沙拉油，为什么橄榄油现在这么的夯啊？第一点，它就是天然的压制，也没有任何的人工在加工处理。我记得那个橄榄油有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对身体是很好的。哎呦，是听到没有？所以我们用橄榄油啊，对身体是非常的健康。但是我们要去超市或者大卖场买的时候，有这么多种的橄榄油。到底怎么样挑选才是顶级的？你就买最贵那个就好了。对啊，不是只有标示贵，它就是好，好不好？对啊，我们先让我们的大天使阿庞来让你们看看一下三种的橄榄油，好，哪一种颜色的橄榄油是最顶级的橄榄油？好，一金黄色，二金绿色，三淡黄色，请抢答。哎，好，飞腾姐，哦，你会吗？简单的要命，好不好？你怎么会拿这当题目嘞？真的假的？大家都知道啊，橄榄什么颜色？绿色啊，丢啊，所以是金黄嘛？没有，你猜金黄，金绿色最纯。然后你看那个比较顶级，它的那个瓶子啊，都会做颜色比较深，希望它不要氧化，不要受到外界的干扰跟影响变质。好，到底我们佩珍是不是答对了？张师傅完全正确。得到一个赞助，我真的对他也很有研究，可以参与这个游戏吗？我们只是按的比较慢一点而已，幸亏你没按到，我要猜金黄色。好，张师傅，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料理呢？啊，我们接下来就做调味的动作。这是什么香料啊？刚刚师傅加的是什么香料？就是综合香料。综合香料。综合香料。它里面包含了大概有七种的香料。哇。像一般欧陆的料理，大概都会加这些基本的一些香料。哦，好，加入我们的这个。等一下，师傅，这是生米耶。是啊，直接这样煮啊？真假？直接这样煮。他
会熟啊？会熟。在这边我想要请问一下小生姐，像你有没有出国的时候没闹一些笑话，因为那个每个国家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文化不一样，对不对？哦，有啊，一开始那个英文不好的时候去啊，就很耍帅，有没有？来 menu 全部拿来，哇，点点点点点都来汤，全部都汤，因为你都看不懂，是不是？冷汤啊，热汤啊，全部来，然后还爱面子，你知道吗？那个服务生就说：“小姐 ，Are you sure？” 我说：“嗯 ，I'm very thirsty。”所以我们来看看，奇怪了，像我们今天张师傅用这个生的米去煮，我第一个想法是说它会熟吗？对，会不会很硬？加了什么东西？海鲜高汤，它除了蔬菜啊，还有一些鱼的骨头，去熬煮大概六个小时的。不是大骨，是海鲜。海鲜，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海鲜饭。西班牙菜好不好吃要分看三个地方，你们知道吗？锅巴，还有它的高汤，再加上它的海鲜新不新鲜。哎呦，哎，啊，你怎么那么厉害都不打底啊？林导演，我告诉你，你不要仗着你知识很丰富就不按铃。对呀、啊。好，那我们这次要再加一点白酒，还要再加点白酒，再加点白酒。还有白酒。可是我们刚刚三组参赛者有没有看到我们刚刚的米？请问下列哪一种米适合用来做西班牙海鲜饭？一，时尚米。哦。二，台东月光米。三，日本。三，泰国米。每人都吃过。请抢单。终于啊！哎呦，我觉得海鲜饭这种，希望的是粒粒分明。对，希望的是，他有希望，感觉是比较松，比较粒粒分明。我觉得是泰国米，时尚米、月光米、泰国米，哪一种适合做西班牙炖饭？爱成能够答对吗？就是比较松，比较粒粒分明。我觉得是泰国米，而且泰国米比较硬一点点，刚好这样煮的时候它可以变软，不会变得太黏。请问张师傅，他们答对了吗？是，完全正确。耶！恭喜我们的邓永吉爱成得到一个赞助，恭喜。Let it go。像月光米，它是属于比较短、圆短，圆短就是比较粘稠的，它适合做炖饭。那我们做西班牙海鲜饭是属于炒饭，它需要用比较长的，像这个茉莉香米、泰国米都蛮适合的。哦，好，我们的这个泰国米呢也下锅了，大概要烹煮多久时间呢？大概要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真的，它一直这样滚。哎呦，在这刚刚的同时，我已经把其他的海鲜料都把它依序把它摆进去了。我看到蛤蜊呀，放了蛤蜊、海瓜子。师傅，我想问一下，你刚刚放了一碗米嘛，然后还有高汤，可是我们要怎么拿捏这个分量？比例是多少？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份的米就配两份的高汤。那接下来我就要加入我今天的秘密武器，要有香料之后的称号，是世界上最贵的香料之一哦。酱酱因为它在低温，而且在高海拔的地方，温度越低，看颜色才会越漂亮。而且它采收非常非常麻烦，需要大量大量的人力采收。我们一朵一朵的花，才有三根的花蕊，顶级的，好不好？它很贵耶，一公克300到700元呢。而且8万朵才有1公斤的番红花。你们闻一下，红绿乒乓姐，红绿乒乓姐，红绿乒乓姐，香味很特别，特别哦，哇！它也不算是中药味，它是有点好香哦，来我们看花味的感觉，很特别，吸进去，是有点花香的感觉，对，新的料理。我现在就要加入番红花。哎呦，那如果各位观众喜欢在家里自己尝试做这道菜，是如果说觉得它的成本太高，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来做一个替代，替代品郁金香粉，郁金香粉，郁金香粉。我们刚才可以有都有闻到没有？它是一种花香带的果香。这个海鲜饭它的焖煮时间大概要15分钟。好，那我们蟹肉的部分，我们就来最后一个阶段再来放。它的味道跟肉质都比较鲜甜一点，那大概是在抓最后的5分钟，我们再放进去。那我们的这个帝王蟹呢，刚刚从侧面把它剖开，然后呢，我们要做的时候，师傅，我们是不是肉的部分向上，壳的部分向上，也可以保持它的水分。好，再盖上盖子，再来焖煮。我们今天要搭配这个西班牙海鲜饭，那我们今天来做一道苹果沙拉，青春大苹果来了。搭配它红红的皮 ，juicy。紧接着啊，还有西洋的芹菜水煮鸡胸肉，对，那它的脂肪也很低。这是什么香料？这个是玫瑰盐，玫瑰盐。哇，好厉害哦！厉害哦！
用有两种盐，一个海盐，一个玫瑰盐，然后一点点的意大利综合香料。现在要加的这个是葡萄干，还有葡萄干，还有烘烤过的核桃，核桃，坚果类，坚果类都适合用。重点，我们现在要拌上这个第一道初榨橄榄油，有果香，非常的健康，大手笔的哈，下雨绝不手软啊。那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的番红花，想不想吃啊？想。最后一个问题，赶快抢喽！好，加油来。请问世界最大的番红花产地是在哪里？一，伊朗。是吗？二，西班牙。好像有听过。三，西藏。到底是哪里呢？请抢答。哎，哦，好嗨呀！不可能吧？太厉害了！哎呦，胸有成竹的感觉哦。对啊，小珍姐，请作答。要答错人球啊！伊朗。为什么？伊朗，因为我记得他盒子上面写了一个我认不出来的那个语言。师傅，请问小珍姐答对了吗？完全正确。哇，哇塞，太厉害了！哎呦，你真的很厉害耶！第三颗苹果赏完。小珍姐再得到一个赞助。我们呢，这个沙拉呢，现在也已经好了。那我们最后再淋一点意大利陈年醋。哦，这样淋啊，好美，好像巧克力酱哦。好棒哦！好，完成。哦，他是巧克力。好，那我们的海鲜饭呢也完成了，对不对？哦。最后再上点我的罗勒。是啊。把它全部都下下去了。加一点罗勒。一样，在最后再淋一些。哦。这么好吃的料理，到底谁可以吃到呢？恭喜小珍得到三个赞！好远啊！太棒了 ！Go game！ 不用了，不用了。Yes！ 要先把这个挖出来。哇塞！哦，你看到没有？先吃顶级食材，这完全都是遗传到瓜哥啊！新鲜新鲜！哎呦，你看那个肉，不要浪费，这边先这样。哎呦！形象的哦，不要浪费。怎样？有这么饿是不是？嗯，都给你拿了。看一下你。喂喂，你只能拿壳啊？还有点肉渣哎，有用命吗？有用命，有用命。哎，这里要长出来啊！请你。哦。海鲜啊跟饭啊，他们已经变成非常好的朋友。嗯，它不是那种水分很多的，可是它吃起来里面却是很饱满的水分。好，好，吃沙拉好不好？有陈年醋嘛，对不对？哎呦，又饿了。不要吃两口那个沙拉又饿了。哎，看小珍姐吃会一种堆心花的感觉。陈年醋啊！我的天哪！真的耶。我们要恭喜我们小珍，所以要颁给他一个食神的奖杯。感谢我们今天的优胜，我们的小珍姐。刚刚好外带了。太棒了，在这边呢，除了顶级的料理，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张师傅啦，是不是？谢谢你。也希望的观众的朋友能够学到怎么来做这一道好吃的西班牙海鲜炖饭。谢谢我们的小珍，还有佩。